迎来到乐高乐园。请你留下一个东西，小朋友来这里户外教学太好了吧？我也想啊，我也想。户外教学这么好，来这里。啊，这个是乐高分店，你也可以住在这里。我们现在拿到票了，大人票跟小朋友票是不一样的哦。如果有拿错就不能进去。啊，你是女王。耶，我是女王。然后这个票只能一次性的而已，不能出来再进去。左边这里有一个乐高的一个配件的地方，就是你如果有缺哪一个小零件，你就可以在这里买到。我们不需要买小零件呢，姐姐。我们知道什么是 OK 泵吗？ OK 泵就是勇往直前的勇气。嘿，还没开的呀。不过好像我刚真以为是有一个人在这里，很像哎，走。我们现在要开始玩旋转咖啡杯，这看起来就非常不刺激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是吧？嗯。你是要去哈利波特学校？很像啊，是不是很像？这个就是恶龙版，恶龙版，哇，这个狼都做得好像哦。我要挑战这个恶龙版的云霄飞车。哎，这也是哈利波特学校，这个是城堡啊。我是觉得开船蛮热的，这边在开车啊，这边在开船啊。如果你不怕热，你就去开船啊，开船可以撑伞啊，你看他们都开船撑伞。好啦，我们先去开船。好啊，我撑伞。太多人了，还是不要了。好多人哦，算了，放弃。好，那一定也很多人。现在刚下雨过后又有点热，因为那个水蒸气在蒸发，很热。然后去做那个垂直落体那里，但是它不会整个刷下来，它是用旋转的，然后它可以看整个乐高乐园的 view。这个是什么啊？ Lost Kingdom Adventure。小人只有落体吗？搞得好像很神秘一样，搞得好像玛雅探险一样。那我们去做那个，好，走，马上改变心意。哇，这个就是火山爆发或者什么火山探险，这个玩玩太湿了，大家都在红。整个太湿了。好，等一下，走到定点再喝。这里了吗？好可爱哦，长颈鹿怎么那么可爱？
车，有人要挑战，这个是什么？可以练手臂的东西。它会提供手套，然后让你手动的往上爬。乐高积木组的游戏蛮不同的。那准备开始咯。这个广场里有一些小的积木的模型，应该是指马来西亚这个城市吧。然后远方我们可以看到双子星大楼，然后还有他们的英国电台。那这个就是回教的清真寺，那有中国的紫禁城。走吧，走了，三点前。